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 إياك نعبد وإياك نستعين، اهدنا الصراط المستقيم، صراط الذين أنعمت عليهم، غير المغضوب عليهم ولا الضالين. آمين.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أشرف الأنبياء والمرسلين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如往常一样的那么精彩，啊、哦，那么首先呢，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主办单位，啊，呃，呃，也就是我们这个 w a l k a f Anur c o o p e r a t i o n b r h a d 啊，Masjid Sultan Iskandar，呃，办的的特安就好 baru，以及在 Masjid s u l t a s k a n d a 旗下的就是我在职的这个呃地方，也就是 Islamic Information Center，然后呢，呃，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合作主办单位呢，也就是，呃，呃，这个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协会。 Raufo 柔佛分会，然后这个 Ilmuan Ahlisunnah Wal Jama'ah Malaysia 啊，以所合作主办的。那么今天晚上这个直播呢，我们可以从呃这个各方的这个 FB 呢啊、呃、观看这个直播，也就是我的这个呃我的这个呃,的、这个、呃 Facebook 的这个直播呢，也就是拿 Shahmalaf r i d a n 然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 Masjid Sultan Iskandar Bandar d a t o n Johor Bahru 的这个 Facebook，然后也可以经过这个 w a k o f An Nur。 也啊的的,的这个直播，以及 i l m u a n a h l i Sunnah 或者叫嘛 Ah Malaysia i s l a m i 的这个 Facebook 直播观看哈。那么如果各位啊 Brothers s i s t e r 有这个问题想要啊发问的话呢，或者是有什么评论的话呢，那么可以直接到我这个那些 Malay Free 端的这个。 啊，Facebook 啊，面子书呢啊，评论哈，写上你们评论，因为我在这呢，我可以啊，可以从一个这个啊 Facebook 的这个管道呢啊，看到大家的评论哈。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些什么？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是继续啊，跟这个往常一样，就是啊，前几堂课开始谈的这个新的一堂课，也就是这个关于末日的预兆，就是关于末日，所以呢。 当我们还没有了解末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然后末日之后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先来了解末日之前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也就是末日的预兆。这个末日的预兆呢，之前呢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拿比穆 a 默德圣愿安拉赐福他和 l 后 m 经过这个圣训里面呢，跟我们解说了。 就是在末日之前会发生些什么事、什么事情？然后，而且呢，在《古兰经》里面呢，也有讲到末日之前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叫做末日的预兆。那么末日的预兆呢，再一次呃，我们来复习一下，末日的预兆呢，有小预兆以及大预兆。那么大预兆呢，也意味说这个末日已经。 将快发生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是末日的，处于在这个末日的小预兆里面。那么末日的小预兆呢？一第一个的这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第一个的这个末日的小预兆呢，也就是那必穆罕默德算了，阿拉哈尼算量的这个降临或者是的诞生，那么也代表说末日快到了，我们已经在阿黑扎曼了，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宇宙的尾期了。好，那么那一个。 呃，这个木圣的这个诞生呢，也就是末日小异兆的第一个异兆。那么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就是啊，南密他们送到香到时代这个伊斯兰早期里面，伊斯兰早期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呃，也呃有跟大家解说，就是呃关于这个呃这个伊斯兰早期之后所已经发生的小异兆。上个礼拜呢，相信跟大家啊、呃、这个分享了这个大概。 啊、呃，五六个，呃，大概五个还是个还是六个的这个啊、呃、末日小预兆，就是伊斯兰早期之后延续发生的小预兆，直到大预兆的来临为止。那么今天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同一个课题，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课堂，也就是末日小预兆啊，也就是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音效啊，allah, 会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时间上足够的话呢，会跟大家分享，就是。 延续发生就是伊斯兰早期之后延续发生的这个小预兆，直到大预兆的来临为止。今天已经好了，allah, 时间足够的话会跟大家分享十个这个小预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有些什么小预兆。第一个什么呢？就是饮酒及贩卖销售的猖獗。 饮酒以及贩卖，啊、呃，或者是销售啊、呃，这个呃酒呃酒精或者酒类的这个猖獗，就是到一个时候呢，就是到一个时候呢，这个饮酒就是喝酒是变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以表代表说什么穆斯林喝酒变成一个很普遍的事情，然后这个贩卖酒精。 是到处都有，很容易、很方便，包括了这个伊斯兰国家。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圣训里面，那比姆哈满算拉拉哈艾斯拉姆跟我们说些什么呢？拉苏勒拉哈伊算拉拉哈艾斯拉姆尔萨德。Sesungguhnya akan muncul daripada umatku beberapa kumpulan manusia, kaum atau pempangsa yang menghalalkan zina, suterah. Khamar dan alat music, OK? Khamar 啊，这个 yang mahalalkan zina 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sutra 三个礼拜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Khamar 现在我们要谈的 h a m a r 是什么 h a m a r 就是酒 o k h a m a r 就是酒。r i w a y a al Bukhari dan al Bunda，这个是一个 hate 的 hadis。好的，所以呢。<coughs> 在这个圣训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老毕跟我们说老毕跟我们说世界的这个末期的时候啊世界这个末期的时候在这个罗素罗洛和塞勒姆这个的午麦罗素罗洛的午麦不是不只是穆斯林而已罗素罗洛的午麦呢也包括了非穆斯林就是在罗素罗洛上罗塞纳 成为死者之后呢，四十岁以后呢，所但所生下来这个人类，直到末日为止，这些都是五麦。那比穆罕默德，但是在这个圣训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偏向指定这个穆斯林。那么会到一个时候呢，在我的这个五麦里面呢，会出现一些人，呢，把人啊合法化，把苏特尔，呃，这个合法化，把这个哈马尔。 合法化，也就是酒精合法化。那么，还有除了这个圣讯以外呢？还有除了这个圣讯以外呢？这个呃，其实还有其他其他圣讯的啊，其他其他圣讯的。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这一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其实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都已经发生了。 人类饮饮用酒精，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呃，在伊斯兰还没有来临之前呢，都是有人，就是有人喝酒，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伊斯兰降临的时候呢，伊斯兰的这个来临的时候呢，经过阶段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些拿必穆罕默德圣奈先的这个跟随者呢，还是一样有喝酒的，拿必没有喝酒哈，但是这个阿拉伯人呢，这个。 斯塔哈巴呢？他们还是一样有喝酒的，包括了谁呢？阿布巴克，包括了赛努尔、以及其他人。为什么他们喝酒呢？因为当时候喝酒还是一个文化，然后当时候这个呃禁止喝酒的这个呃死令，通过古兰经，在阿拉还没有降下来。 因为《古兰经》是二十三年的时间降下来的，然后直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直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a l o 啊，什么海呢？我当然呢，已经降了一句《古兰经》啊、哦，这个在《古兰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降了一句《古兰经》啊、哦，说什么？就是这个啊、呃，在圣训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当你们在喝酒的时候，就别做，别做礼拜吧。 别做礼拜吧，那个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当时候呢，还是可以喝酒了，还是可以喝酒了。然后，但是呢，在你们喝酒的时候呢，就不要做礼拜。那么这些诚心的这些啥吧，因为他们要做礼拜，他们要照顾礼拜，他们要照顾礼拜的这个值，他们要照顾礼拜呢，所以呢，他们就尽量都不喝酒。 但是当时候那一个时候呢，喝酒还可以吗？当时候那一个时候喝酒还可以，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那一个是伊斯兰早期，刚刚刚刚伊斯兰刚刚降临的时候哈、哦，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智慧，就是阿拉斯不罕呢，我当然呢没有一次过的把这个啊直接把这个喝酒这个啊指令呢直接禁止了，不可以喝酒，没有啊，没有。 这个草早起走是一段，就是当先来喝酒，你们不要喝，不要就不要不要做礼拜，为什么呢？其实，在这一个这一个指令里面呢，他有一段故事，有一段历史，也就是当时候呢，这撒哈巴这胡赖士的，呢，在哈巴、ah、几个的，就是在聚会就喝酒嘛，对不对？喝酒然后就。 啊啊！这个礼拜的时间到了，以高麦了。a 那么大家大家就,就去做礼拜了。那么因为在喝酒的时候呢，神志不清，甚至呢把这个《古兰经》在这个啊礼拜的时候呢朗读《古兰经呢》呢都朗读错了，改变了意思。 所以，这个呢，深深的这个影响了礼拜，因为在做礼拜的时候呢，我们是在面对 a lot a h 苏巴哈纳胡瓦塔纳，过后呢，l a h 这一个指令就下来了，Allah 这一这个指令就下来，就是当你们在喝酒的时候就不要做礼拜，OK，好的。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智慧，因为几年之后，当这些沙哈巴。 当这些穆斯林的这个信仰呢，都定了下来，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那一个时候，《古兰经》的这个指令呢，就下来了。哎，之前的时候呢，就说，就是不要喝酒比较好，可以喝，但是不要喝酒比较好。那过过后呢，就是过几年之后呢，这个指令就降下来了，指令什么呢？禁止喝酒。 穆斯林有信仰的人不可以喝酒，这是一个大罪。Allah Subhanahu wa taala，在古兰经里面还有说，喝酒酒类呢是有的，它的好处是有它的好处，但是呢，它的坏处多过于好好处，所以呢，所以呢就禁止了。当时候在卖家。 家家户户都有存酒的这个仓的这个啊、哦，都有存酒，所以当这个指令降下来的时候，大家信仰都处于很高的这个阶段，这个信仰他们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的这个程度，那么当这个指令下来，就在当下，所有的这些啥吧。 把所有他们这个在家里存着这个的酒精，都跟他甩掉，跟他打破，把他倒掉，直到整个城这个地上呢，都是被酒淹了啊！因为他们的那个诚心，他们的那个忠实，所以穆斯林都不喝酒了。 穆斯林都都不喝酒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喝酒？来，我们谈一下关于这个课题，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喝酒？喝酒呢，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呢，酒类呢，当然杀人这些犯罪是谋杀，什么这些，呃，谋杀，然后呃呃呃，这个呃。 呃，叛逆父母亲啊，什么这一些呢？当然，那个罪恶还要来更大。但是酒的这个禁止喝酒的个命令呢，这个指令呢，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酒呢是所有罪恶之母，所有的这个罪恶之母。什么罪恶之母呢？就是引起其他的罪恶是。 就是就是从喝酒开始，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面有一个黑暗的处，黑暗之处。通常通常平常的时候都把它守好，但是呢，在喝酒了之后呢，所有事情都把它释放出来了。那个胆量，那个神志不太清，神志不清，那个胆量来了，哦。 <coughs> 在酒吧，我说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我们看在现实社会里面，对不起啊、哦，年轻人有一些这个现实社会现在我们看，常常我们听到这一个词“一夜情”，对不对？这个“一夜情”是从哪里开始呢？“一夜情”就是从 酒吧开始，从喝酒开始，对不对？喝酒之后打架，喝酒之后吵架，喝酒之后，呃，危险的这个驾车，危害别人的性命。所以，对可能酒里面有一点点的好处，但是酒里面导致的它的那个坏处呢，还要来的更多。伊斯兰直接把它。 禁止掉，但是从这个圣训里,、哎 okay、里面，哎呀，OK，从这个圣训里面，那必说什么？就是到世界尾期的时候呢，这个饮酒贩卖他的这个销售呢会猖獗，就是到处都是，很容易，就是在穆斯林的这个呃呃社会里面喝酒。 已经变成一个很普通事情。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其实还没那么严重，但是呢，其实呢，在马来西亚呢，如果我们看看一下，对不起啊，我们看看一下这个现实社会呢，其实穆斯林间中喝酒还是蛮普遍的。好，啊,啊，如果大家有谁以前曾经有曾经过过这些黑暗比较黑暗的生活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到的，哦、现在这个我们现今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社会 l i l 多 a 啦，illah, 这个伊斯兰的文化呢，伊斯兰的文化呢，伊斯兰的教育呢，其实还是蛮提升了很多。如果相比啊六十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呢，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呃，其实好很多了。 如果在线的这个各位在线的各位，呃，谁曾经存活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其实我们如果是曾经在那一个年代的人呢，都会很少看到这些穆斯林是穆斯林女孩子是有戴头巾的，很少会看到，只有 u s t a 只有 u s t a 才会穿头巾而已，而且呢。 呃，那个头巾呢，通常呢都不是那种全包的，好像我们现在看到人家穿头巾都动珠吧这些没有的，以前是用 scarf，然后这样就围着就算了，啊，以前呃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很少、很少、很少会看到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啊穿着好像我穿珠吧穿锅边啊没有的，哦、啊，这些会穿珠巴、穿锅边的人都是都是白哈基。 都是五 stars 啊，才会这样穿，但是现在呢，已经很很普遍，因为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是好事。因为那一个时候呢，这个宗教文化、宗教知识呢，在社会里面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曾经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一个一个地位，在这个伊斯兰里面，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本土就是马来西亚，还就是在马来西亚还没有成立之前，也就是在马六甲时代时候，马六甲呢。 大家当我在说马六甲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把马六甲想象成我们现在的这个马六甲这一个州那么小而已。其实以前的时候呢，这个马六甲呢是非常大的。就是马六甲呢，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马来西亚半岛直到泰国北啊、呃、南南部为止，那个是马六甲。马六甲呢，那个伊斯兰文化呢，啊、呃，它直到它成为这个。 啊、呃，伊斯兰的其中一个中心点，我们在这边产生了很多这些写作，产生了很多这个乌拉玛，很多护共护共这些发段呢，很多都是从这边这边出来的。但是之后，当马六甲倒了之后，哦、当马六甲倒了之后，来了那一个时候，就是呃，阿拉哈嘛孙女呢们，葡萄牙，我们被葡萄牙占领。 葡萄牙占领之后呢，就是荷兰，荷兰之后就英国，英国之呃呃，荷、啊啊啊、葡萄牙之后就是英国，我们变成了殖民地，对不对？英国之后呢，就变成又再再次的变成荷兰，然后荷兰再交回英国给给英国，然后呢之后呢发生世啊世界第二战争，我们被啊短期的被日本占领了，世界战争。 啊，第二战争结束了之后，啊，这个日本啊输了，然后呢，再一次的，我们这个土地呢，又再回到英国的手上，然后直到一九五七年为止，我们马来西亚才独立，直到马来亚才独立，直到一九六三年为止呢，马来亚才变成马来西亚，所以我们这个土地穆斯林。 被占领了大概四百年，所以这个四百年呢，不只是葡萄牙、荷兰、英国，他们不只是占领要得到我们的资源跟我们的土地而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传发、传发信仰。所以那一个时候呢，这个伊斯兰呢，经过四百年被被占领这个。 过程中呢，我们伊斯兰的这个知识呢，伊斯兰的学问呢，就低到很低到非常非常的这个低谷的一个一个阶段 <coughs>，直到呢，甚至如果啊谁生活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穆斯林的这个比较有生活水准的、比较富有的这个穆斯林的家庭呢，家里面呢。 如果要显示出，要显示出这个阿拉哈嘛斯呃，要显示出出这个社会上有有有必定的这个水准呢，那么在家里里面呢，必一定必定会有迷你小酒吧，在穆斯林的家里面，啊，我是讲说比较富有、比较有社会水准的，一定会有迷你小酒吧。 在咖啡店、通街都是有卖酒的，而且最流行的酒是什么酒呢？就是黑啤，甚至马来报，当时候最大的这个马来报，也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乌杜善广告呢，也就是等着啤酒，就是黑啤酒的这个广告，stop。 By u n t e 这个是五十年代的广告，所以甚至到那个阶段，伊斯兰自从八十年代尾期才慢慢的这个升起来，在我们国家很多很多因素，所以我们曾经经过，就算说我们在这个我们马来西亚而已呢，曾经经过一个阶段，就是喝酒在穆斯林啊这个社会当中呢，喝酒呢，而且呢光明正大的喝酒呢，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就所谓那比我还买，算了，ل ى ا ل 所说的，就是这一个圣训，就是这一个这一个圣训。那么，就算现在都好，穆斯林喝酒，穆斯林喝酒，这个也就是很普遍的事情。其实，而如果我们讲关于卖酒的事情，贩卖或者是销售酒精的事情。 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不是真正的一个穆斯林国家，是我们用穆斯林的制度来这个呃这个呃管理这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有两个制度，有 civil 咯、ah，有 sharia 咯，以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还是用这个穆斯林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制度去走，而且呢，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加 king 啊，有加巴达拿加梦啊，有马吉里斯阿嘎梦啊，等等的，但是还是一样。 这个可能我们避免不了，对不对？我们避免不了，而且酒量，对不起，也是可能也是国家的，呃，主要，呃，收入之一。但是呢，通街都是啊，对不对？对不对？Seven Eleven 啊，什么啊，这些 Mini m a l 啊，Super m a r k e 啊，都可以买到酒。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存活在一个社会，就是避免不了这些东西。但是就正如拿币所说的就是到这个时代。 售卖酒精呢，其实到处都有。啊，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说啊，马来西亚而已啊，啊，其还有其他这个沙特啊，这个阿拉伯国家、啊、什么这些。我曾经跟这个很多来自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人接触，我没有说全部，但是很多。我们去迪拜。 那穆斯林喝酒，阿拉伯人喝酒是平常的事情了，这个是现实，所以就是来到这一个，这一个呃，Allah 嘛，们，呃，就是这一个，这个年代。所以我们看，如果我们看酒精酒，所谓的酒是什么酒 o k b r i n t a h p r i n t a h pengharaman h a m a r atau arak telah diturunkan ia diperbuat daripada lima jenis iaitu lima jenis bahan so ini semua disebut wei jiu ha di anggur susu putau kurma kurma madu gandum mai ya jelai bar, uh, bali ya barley ha susu semua ini semua ini 都是叫做酒酒精。呃、uh,，可能有一些人会问，我喝一滴而已可以吗？一滴而已可以吗？一滴而已，sesuatu yang memabukkan dalam jumlah yang banyak turut dikira memabukkan walaupun dalam jumlah yang sedikit。所以一切会导致我们变成醉的。 啊、呃，变成呃神志不清的，不管说就是喝一点点而已不会醉。如果那个饮料是会导致我们变成醉的呢，那么不管是多是少，都是禁止的。喝一点点可以吗？不可以。一滴可以吗？不可以。OK，不可以，绝对不可以。Allahu、啊、Akbar。Allah um 再有一个圣训，那比说什么？任何人喝了，一滴酒，一滴酒，四十天的啊。不被接受。喝了一滴酒，四十天的啊，不会被接受。四十天，一滴，一杯呢？ 一瓶呢？一桶呢？一桶呢？刀二怎么算？嗯，Allah um、那么，我没有喝酒，我卖酒可以吗？一样。如果我们讲说罪恶，OK？啊、呃，关于这个罪恶的事情，饮酒的人、喝酒的人、卖酒的人。 帮忙买酒的人都承担同一样的罪，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喝过酒，自从我们身为的一个穆斯林，我们有喝过酒，我们有喝过酒，那么怎么办？忏悔吧，就忏悔了。能够突出来不能，就是忏悔。如果诚心的这个忏悔倒位的话呢，应小老老会接受。所谓倒位是怎么样？ 就是很用心，很就是呃呃，不是阿赞，你看，不会承诺不会再犯的，就是真心的不想再犯的，OK？如果再犯的时候，怎么样办？倒白了。来，我们看一下，各位有什么评论吗？有什么问题吗？ 好的，我们有很多位在的，Annabel、l Ann e Sister Safia、Fatima、啊、uh, Fatihah Chan、呃 n a k i b l i 呃呃 Sister Ivy Sister atan,、Sister m y s a r a t a n Gigi 啊，都有在一下嘛。好的 <coughs>，好，我们看这个顺序哈，就是这样。所以这个。 现在今天晚上呢，不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关于这个酒的胡供，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圣训关于拿比跟我们讲说，这个世界末日、末日尾期的时候，那个异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就是啊，饮、呃、饮酒及贩卖销售呢，就是变成很猖獗、很普遍的话。所以这个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吗？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小预兆呢，大多数呢，必跟我们讲的都已经发生了。来，我们接下去看下一个预兆是什么？下一个预兆呢？穆斯林被攻击以及随意的被控制，只是会来到一个那比那时候一千四百多年前，那比跟我们说什么？那比说，呃，会到这个其中一个。 末日的小预兆呢，就是会到一个时候，就是穆斯林呢会被到处被攻击，到处被攻击。OK，啊、哦，来，我们讲回去酒的事情哈。OK，煮了 OK 吗？煮了不 OK，煮了就是我们吃吗？对不对？煮了就是我们吃不 OK？香水 OK 吗？香水没问题。 香水有酒精，对不对？香水没问题。我们用三，现在我们每天用那个汗衫、待热有酒精，有问题吗？没有，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服食的。好，那么煮的煮的那个酒有问题吗？OK 吗？不 OK。好的，David Lee，Assalamualaikum、啊、w a r a h m 请那么请问养命酒呢？养命酒也一样不可以，也一样不可以。 那么养命酒，有些人养命酒是好的哦，对不对？养命酒我们喝了会健康哦，怎么办？在《古兰经》哦哦，在《古兰经》里面，阿诺有说，酒精呢是有它的好处，啊，没有否认酒精是有它的好处，但是它的坏处呢多过好处，所以禁禁止了。OK，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敢医大胡狗”呢，就是。 导致我们会醉的，就是养命酒喝多了会醉吗？当然，一整瓶喝完当然会醉呀、啊，对不对？啊，所以会醉的东西呢，不管是多量或者是少量，都是一样禁止的。OK，好。<coughs> 接下来，另外一个小预兆呢，就是穆斯林被攻击以及随意的被控制，会来到一个时代。那比跟我们说？ 一千四百多年前，哪位跟我们说会来到一个时代呢？穆斯林呢，到处就是世界各地呢，到处都被欺压、被攻击，然后呢，穆斯林自己呢，随意被人家操控，被人家操控不是控制哦，是被人家操控。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没有呢？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OK，来，我先读这一个，Sahuban m a l a 他猫啦的意思就是 begash hamer 啊，begash hamer 就是曾经是奴婢，然后被释放了。o k 你别 b e 干啊，那个呢，那个呢，我们叫做猫啦。因为在伊斯兰的那个伊斯兰还没有来临的时代呢，家家户户呢，哦，社会有水准呢，都是有自己的奴婢，啊、哦，有奴婢。当伊斯兰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奴婢的系统呢还是有在。所以伊斯兰的来临呢，那比穆罕默德说诺艾斯拉的来临呢。 就是把这个奴婢的这个系统呢，把它消除掉。但是呢，不是一夜之间说每个人不可以有奴婢，不是。但是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以宗教、以信仰，让人家慢慢的这个穆斯林呢，慢慢的啊啊，这个啊释放了这个奴婢。 Haa... Soi... Sauban... Maula Rasulullah...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Menceritakan... Sauban. Sauban说, Rasulullah...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Berkata... bersabda... telah hampir waktunya... Umat-umat lain... Menyerbu kamu... Dari segala penjuru... sebagaimana. kumpulan orang yang lapar merebut semangkuk makanan。Nabi SAW 就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啊，非常接近来到这个时候了，就是其他就是其他信仰的、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国家的人。Oh, umat-umat lain menyerbu kamu 会攻击你们。Dari pada segala penjuru 就是从到处从各个角落。嗯嗯 都来攻击你们，sebagai mana sekumpulan orang yang lapar merebut semangko makanan，就有如好像就是穆斯林人会被攻击，甚至到好像好像就是正在饥饿的人，到处在饥饿的人来抢着一碗饭的那种现象。OK，然后呢，para sahabat bertanya，就是 s a h a b a 就问 Nabi。 Ada khabarangan kami pada hari itu sedikit wahai Rasulullah。那么难道那个时候穆斯林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而已吗？沙哈巴问拿比，因为拿比说到处都来攻击哦，通常攻击的人数会比较多，然后被攻击的人数会比较少，对不对？所以拿比就问啊啊，沙哈巴就问拿比，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数量很少呢？ Baginda s o l l a l l i l l a h i a s a l a m jawab 穆圣就回答说：“ketika itu bilangan kamu ramai 当时候呢，当时候呢，你们的数量非常多，tetapi tidak ubah seperti buih di permukaan air banjir。当时，到时候呢，你们数量是很多，但是呢，你们就有如好像在海面上的泡沫而已。” 为什么拿比用海面上的泡沫而已呢？海面上泡沫来要来形容说海面上泡沫呢是很多很多的，对不对？但是有用处吗？没有用处。有力量啊？没有力量。因为海面上的泡沫就算再多都好，我们一手打下去，轻轻打下去，那个泡沫就散了，对不对？然后拿比这些去说，Allah mencabutkan ketakutan。 t e <noise> 就是 a l 从你们那边呢，就是从我们那个敌人呢拔走了敌人对你们的害怕 a l 已经拔走了敌人对你们的害怕，就也就是说，想要攻击伊斯兰的，就是伊斯兰的或者是穆斯林的敌人呢，都不再害怕。 这个伊斯兰的啊、哦，不再尊重，不再害怕，不再恐惧伊斯兰的。格兰呢？为什么你们那个时候怎么？为什么那么弱呢？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弱呢？那比如说什么？可然呢？哈迪甘姆德拉的将克蒂不尼克阿鲁汗。因为呢，你们各个呢，当时候的这个穆斯林，各个呢，心里面呢，都有一种心病了。什么病？ Al-wahan，n 啊，Al uh, 那么沙哈 a 就 a 什么是 Al-wahan？啊、uh,，a 个病 Al-wahan b 是什么东西来的？巴金达们，家我，拿比就回答，：，cinta dunia，takut mati。太爱这个 dunia 了，太爱这个世间了，然后怕死。这个就是 p e n y a k i al-wahan。 伊斯兰不是不是太爱这个世界，是太追求世界了，没有想后世，没有想信仰好的、这个。这个发生呢？这个时代伊斯兰到处被攻击，随手伊斯兰的 就好像很 somebody 的 very weird，对不对？OK，手一伸呢，通常都被攻击。各个各个各国很多国家，Palestine，啊，不想说国家的名字了。很多很多国家，不管是东方，不管是西方都好。好，然后穆斯林呢，也容易。 被操控，被操控，被人家的呃被在在敌人的这个指令之下，会来到这个时代。难道以前的时候没有吗？以前的时候没有。伊斯兰从一个很稀奇的时时代开始，直到非常强大。伊斯兰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这个力量。 而、哦、什么时候？然后直到一个时代，伊斯兰慢慢的降降降降降了，啊、哦，慢慢的、慢慢的下滑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扎曼本穆林丹阿巴西亚那个阿巴西亚的这个皇朝啊、哦、的啊、呃、的朝代开始呢？因为那一个时候呢，伊斯兰已经开始的，伊斯兰已经在这个地面、这个这个世界上已经稳了。 啊，当时候这个国王，当时候时候这个领导，伊斯兰里面的领导家呢，很多各自的出现问题了，啊，都出现问题了，随心所欲，因为欲望而被操控，输给欲望了，不守信仰，不守宗教，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已。这个现象呢，不是这几年开始的，这个现象是。 六七百年、七八百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然后，直到但是呢，那一个时候呢，伊斯兰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直到伊斯兰曾经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呢，也是奥特曼的这个时代，也是土耳其啊、呃、奥斯曼尼亚的那个时代，奥斯曼尼亚那个时代是伊斯兰国家最大的时候。但是呢。 因为权力，因为金钱，因为力量啊、呃，因为这个呃力量，因为欲望，导致伊斯兰自己慢慢下滑了，直到这个最后到最后一个时代，就是啊，伽马阿达尔多克啊，这个名字我们必须要懂，就是把这个伊斯兰的，他虽然是本来是伊斯兰，但是把这个伊斯兰的皇朝拉下了，然后土耳其这个奥斯曼尼亚倒了。 除了去乌斯曼尼亚倒了，那么整个伊斯兰、整个世界的伊斯兰的这个力量呢，也破裂了。从一个伊斯兰国家，在一个哈里发之下、一个领导之下，就爆裂变成小,小小小小国家，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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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图上看到的国家，以前原本是一个国家，然后。 穆斯林自己因为自己的这个呃呃自己的这个利益呢很容易被操都是被操控很多次被操控哦 along my sonny 玩那么嗨门主要原因是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哪必就是刚才说我们都是中了 bonnya geht ala alahan 啊不对都 bonnya geht alahan bonnya 金德 n d e r j u n a s s p a s s 怕死、啊、怕死不是讲说要我们去战争，然后不敢去打。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怕死就是讲说，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而存活，因为这个利益而存活。然后接下来。 这这个小预兆，哪必跟我们讲啊，所以小预兆就是延续发生的小预兆，一个一个，直到末大大预兆来临为止。Salam，是兰呢？Salam 就是伊斯兰的这个问候方式。Assalamu alaykum r a h m a t u l l a h i w a b a r a k a t u、uh、只给一认识的人。Salam 呢也会被改去到其他的问候方式，啊，会来到一个时代。 。OK，回来到一个时代，我们看一下那个圣训。Ibn okay. Masud menceritakan Rasulullah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bersabda, sesungguhnya antara tanda-tanda kiamat adalah apabila seorang lelaki apa hanya mengucapkan salam kepada lelaki yang dikenalinya. Hadis sahih diriwayatkan oleh Ahmad. Dalam hadis yang lain, Ibn Mas'ud menceritakan Rasulullah SAW bersabda, pada pintu gerbang kiamat. Pada pintu gerbang kiamat. Sehat. Sejak Fani semua. Jika, oh. Seseorang hanya mengucapkan salam kepada orang yang tertentu. Justi, Orang yang dikenali secara rapat. Riwayat Ahmad. Justi, 当很靠近末日的时候呢，一个人呢，其中一个预兆就是一个人呢会跟他非常认识的人才给撒拉姆而已。哎，撒拉姆不是给我们认识的人吗？我们看到啊，萨拉姆阿雷贡不是我们认识才给萨拉吗？不是的。其实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穆斯林，见到他我们就直接啊，萨拉姆阿雷贡这样才对。因为我们做错的东西已经。 被普遍化了。今天，你我都一样，看到一个另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如果那一个人是认识的，我们才是会给，我们才会啊，salam alaikum。但是如果那一个人是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无端端要跟他讲话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今天都是这样。其实 salam 呢，只要我们见到。

哪必教这些穆斯林，哪必教这些撒哈拉，就是教了这个字，就是 a 斯拉姆阿 u 贡。任见到任何一个人，就是阿斯拉姆阿尼贡。啊、哦，我们给沙 a m 的他的这个呃指令呢，他这个护贡、um、呢是苏奈，不是讲说我们没有给沙 a m 是一个罪，没有啊、哦，我们没有给沙 a m 给人是没有罪的啊、哦，但是呢被鼓励苏奈，ad, 如果我们给了就有把哈了就有德啊、哦，就有。 就有就有得到功德，但是呢，曼加瓦萨拉姆，如果我们给了人家给了我们萨拉姆，我们那个回答呢，那么那个回答萨拉姆呢，答复呢就是瓦吉的。如果人家给我们萨拉姆，我们没有给答复呢，那个是一个罪，是多色的，然后哈拉姆不公的。所以以前呢，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见到呢，就是大家彼此都是穆斯林，一见到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好呢，都是阿萨拉姆阿里哥。 啊、这个撒哈巴，哈，他们看到孙呐，孙呐是什么？拿比所有的这个言语及举动，所有拿比做的东西，所有拿比讲的东西，所有拿比的动作，这些都是孙呐。OK，所以撒哈巴呢，他们想尽办法要跟着孙呐。那比有做过什么，他们就是要做。其中一个。 哪必做的东西是什么？哪必见到任何一个人呢，都是会给阿萨拉姆阿里贡。然后呢，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不管见到谁都好呢，都是哪必会先给阿萨拉姆阿里贡，kum, 而不是哪必会讲我阿里贡姆萨拉姆。OK，都是哪必问候，而不是哪必答复。那么。 每不管谁都好呢，都比拿比来迟了一步。那么这个撒哈这些撒哈巴呢？他们要跟着拿比做东西，说他们希望说他们比拿比还要快，就是见到拿比的话呢，见到拿比的话呢，他们想他们想跟拿比说阿萨拉姆阿里贡要比拿比更快给萨拉，就是叫跟拿比争，对不对？但是呢，包括了连赛琳娜欧玛。 哦，跟那哪 B 很亲近的，见到那比的时候要给那比撒浪，但是呢，都不曾有一次比那比来的还要早，都是被那比领先了给阿萨拉姆阿立公。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那比说其中一个末日的小预兆，就是这个预兆代表说末日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这个撒浪呢，只是给我们认识的。所以各位兄弟姐妹们，所以各位朋友们。 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都好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他是穆斯林，擦肩而过，啊，萨拉姆阿里贡，啊，男的给男的，女的给女的，啊啊，不要男的看见到女的，再来玩一个，啊，好 <laughs>，再来玩一个，啊，这个是我们文化，OK，啊，真正念这个阿萨拉姆阿里贡是这样的。 salammo allegume 不是公 okay 公 salammo allegume okay 不是三公哈他说 okay 不是 okay 不是然后呢然后呢在另外一个顺序里面所以见到谁都好呢我们都是给谁了我们都是给谁了 ok 不要只是给我们认识的人而已 在我们给撒浪的时候呢，就有他的功德。然后在另外一个顺序里面呢，那比如说撒浪呢会被改到其他的，因为撒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词，是一个祝福，是一个问候，是一个多你见到一个人你就懂啊给他，你见到一个人你就懂啊给他，啊，甚至我有一个朋友，他会终于回归了。为问他为什么回归的时候呢，因为。 当他奇怪为什么见到每一个穆斯林呢？穆斯林一见面的时候都会给萨拉姆，然后他就专去去了解一下那个萨拉姆的意思是什么。当他了解这个萨拉姆的意思的时候呢，当这个他，当当这个啊，Allahu a k b 当这个呃，当这个呃。 当这个他去了解这个萨拉姆的意思的时候呢，最后呢，他选择了沙哈达回归了。然后在另外一个圣据里面呢，萨拉姆呢，那比如说萨拉姆呢会被被改去其他问候的方式，其他问候方式我们今天很普遍呢、啊，那、啊、instead of，以及我们见到一个穆斯林朋友，我们给他 a s a l a m a l a i k u m 我们见到他说我们没有讲萨拉姆了，我们讲 hi how are you，对不对？啊。 那么如果我们在一次，先给阿拉姆阿陵陵然后再来 h o w are you？那就更好了，当然，对不对？啊、uh,，阿好拉姆阿好好 h i h o w are you？都可以啊，OK。所以那个阿好拉姆阿好好还是有在。然后呢，年轻人，孩子们，年轻的一代，在这个啊、uh, type message，给、okay? type message 的时候，阿贡、啊。 阿贡没有完毕了，阿贡、啊、short form，然、哦、我们读起了阿贡阿贡啊，或者是，是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有族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啊、哦，没有把这个阿萨拉姆阿里贡把它念好啊。切，谁贡？谁贡？嗯，这谁贡啊？其实呢，这个我们已经把它改意思了。谁、啊、贡、这个？在以色列里面呢，他这个是有这个意思的。 希望你死啊很严重了哈啊所以萨拉姆阿雷公把他念好啊萨拉姆阿雷公把他念好他 okay along my son i don't hem it 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呃 adam 嗯如果是非穆斯林给萨拉姆是否可以回答他的萨拉姆 ok 好的 <coughs> 当我们一个非穆斯林的朋友给我们撒拉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他的这个念头是在哪里。我们通常这个是我自己，我们有很多这非穆斯林的朋友，我们非穆斯林的朋友都很好很好呢，他是想尊重我们，他们知道讲说我们穆斯林见到人都会说给撒拉，所以他因为尊重我们，他不了解嘛，对不对？ 还不了解说啊，萨拉姆瓦里贡其实是给穆斯林说的，对不对？但是他因为要想要尊重我们，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沙拉贡啊。那么我们可以回答吗？这种情况我们就回答，我们就回答。OK，我们回答，我们回答，然后呢，我们回答什么呢？我们回答我爱里贡，ikum, 你也是，我也是。 阿雷公，你也是，啊，你也是。好，如果呃有一些人是，他给我们撒拉姆，他是有样学样，那是好事啊。我也回答我阿雷公，我阿雷公，我们可以回答，但是我们回答是不是满的？OK，如果我们回答我撒拉姆。 也是可以，如果他是真存存心想要尊重我们，我们回答我啥了？那么在心里面呢，我们希望我们也在心里面也懂啊，希望 Allah Subhanahu Wataala 给我们这位朋友回大呀。啊，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是用讽刺的，他因为要讽刺的，我们嘲笑或者是讽刺呢，那么给我们啥呢？可以回答吗？我会选择静静，有时候。 但是可以回答吗？你可以回答，这个有顺序的，哪边有这样做？OK，怎样回答？我阿赖公，我阿赖公，你也是，嗯、啊，他明白吗？这什么意思？对吗？他明白吗？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不明白呀、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我们回答我阿赖公，你也是。那么如果他那个时候呢，啊？ 呃，如果他是讽刺呢的意思呢，那么我阿雷公，你也是是以讽刺的方式回他，对不对？如果他是以祝福的啊、呃、模式，那么我阿雷公，我也以祝福的模式，你也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圣讯里面，这个有一个呃犹太人啊、呃，这个反伊斯兰的，就是当时候呢，就是他见到拿比的时候呢，啊、呃，以为拿比不了解他们的这个语言。 他就见到拿比的时候呢，他就跟拿比说：“萨麦贡，萨麦贡，萨麦贡，希望你死，希望你死亡。”那那么那比回答什么？我爱莱贡，你也是啊。那个就是一次以后，他见到拿比呢，他就不敢这样说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从拿比口中出来东西呢，肯定会发生的。从拿比。 口中出来的多啊，从哪 B 口中出来讲的东西肯定发生的，所以他他跟哪 B 说希望你死，哪 B 说你也是，他当然回去就非常非常担心了哈。好的，好，呃，那 keep 说上，那么如果说我跟同一个人在一起见面二十次。 见面二十次，我也是一样给 sala m 回二十次吗？对呀、啊，见二十次，见到二十次给二十次啊。I mean 呃，我的意思讲说，不是在说，比如讲说，我跟我的同啊、呃，我跟我的同事，或者是跟我住在同一间宿舍、同一间房间的啊、呃、同学，或者是朋友住在同一间房间的，OK，我去厨房。 走出来见到他，三两瓦雷公。然后我上厕所走出来，见到他啊，三两瓦雷公。我啊、呃，我去讲电话，出去外面讲电话一下，进来啊，三两瓦雷布是这样意思啊。这样，比如讲说我们出去了，回来了，然后见到他说啊，三两瓦雷公。但是如果直接回答您的问题的话呢，那么虽然同在一起，但是呢不见面，然后见面二十次，二十次就二十次啊。 我给我老婆，我呃不是我老婆，我给我太太，沙拉姆，我应该是觉得一天有超过二十次吧，还是十次以上吧，对不对？我早上要上班，早上睡醒，睡醒见到太太，直接直接跟太太说阿沙拉姆阿里公，As、kum, 不然的话我太太就跟我说阿沙拉姆阿里公，要去上班了，要出门之前我先跟他讲阿沙拉姆阿里公，啊，然后呢，间中。 应该是上班时上班时候呢，这个间中呢，我跟我太太应该是有三四次有通电话吧。这通电话都是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啊，不是聊天而已哈。啊啊，午餐的时候啊，什么这些见到阿萨拉姆阿 a m 有时候午餐的时候我就回家吃午饭，一进来一进门就阿萨拉姆阿 a m 要出门又在阿萨拉姆阿 a m 过后。 下班了，回来了，又在 a s a l a m u a l a i m a g h r i 一下去 m a s t i d 去 s u r a 做礼拜，要出门之前 a s a l a 回到家又在 a s a l a 对不对？要睡觉的时候又在 a s a l a 一天几次了，会觉得怪怪吗？不会觉得怪怪，因为何妨呢？这个是一个祝福，这个是一个 d 啊，所以是好事来的。 所以，so, 当我们在念的每一次的这个阿萨拉姆阿雷格姆的时候呢，当然也有它的这个功德。那么，为什么会觉得怪怪？可能啊、呃，我们这个啊，李、呃、伟兄啊，i o 兄为什么会觉得怪怪？<coughs> 因为，我们不习惯做啊、呃，所以要多做，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怪怪了啊，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怪怪了。以前我刚刚回归的时候。 第一年、第二年，我出来说“阿萨拉姆阿雷贡一句话，我觉得那个口很很难开，很尴尬，不习惯。要讲一句 “alhamdulillah”，inshaAllah，我们都很很不习惯。啊，那习惯了，这个是好事，没问题。好的，接下去，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人们不再关注钱财的来源是否合是否合法，然后呢，也不再关注那个钱财我们赚下来的钱呢是否清真，是否 <noise> Halal，、yeah? 是否 Halal？马努谢蒂的门门定 Halal 跟哈 r a m 的拉我们要赚钱找事工作呢，生意呢，什么都好呢。这个钱财的来源呢，我们不再关注到底合法或者是不。 这一个呢，这种赚钱方式，这个钱的来源呢，是不是正规的，是不是正确的管道，是不是含蜡的，我们不再关注了。但是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哦。我们看，我们先看那个圣训，أَنَاسٍ م َ m ِ ي <noise> ت ُ م ْ ثِيَتَكَ رَسُولُ اللَّهِ ص l ل َّ h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بِرَسَبْدَةٍ أ َ ع di mana manusia tidak lagi menghiraukan apakah sesuatu yang diperolehinya bersumberkan sumber yang halal ataupun haram. Riwayat At Tabrani hadis daripada Urwah bin Zubair. Okay, baik. Jadi ini juga menunjukkan kita sebagai masyarakat. Anas bin Malik menceritakan, Rasulullah SAW akan tiba satu zaman, haidar satu syedai, di mana manusia tidak mementingkan, lagi manusia tidak mementingkan, apa kah sesuatu yang diperolehnya, ia mendapatkan keuntungan dari sumber yang halal atau haram, ia mendapatkan keuntungan sumber yang atau haram, sumber halal haram, sumber yang halal halal atau haram, 是海拉的，或者是海拉的，不管了，只要赚钱就是了。这个现象发生了没有？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啊，不发生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贪污的文化会不会那么严重？我们社会上直接说，社会上贪污的文化非常非常的严重，很难改变，对不对？到处都是。 直到变成被变成一个普遍化的，一个做生意的，如果不想给贪污的，好像很难找事。但是 Insha Allah 各位 brother 和 sister，只要我们坚守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这个道道路呢，Insha Allah rezeki 是 Allah 保的。我们是很努力的做，但是这个保住我们的 rezeki 的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坚守这个道，Insha Allah 我们的生活会 OK。 可能有时候我们很难了解，不，嗯，然后想办呢、啊、没有做，然后我吃什么？是的，这是一次从络来的？这个一定要信，这条路我也是走来的。啊啊、嗯，想要跟大家这边分享的这个故事就太长了。OK，好，所以就算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些。 Allah Muhammad SAWI 阿拉哈玛孙了安拉，他们伊斯兰穆斯林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注重我们我所谓的这个我们吃的东西，不止，不是讲，不只是钱财而已啊，钱财包括吃，包括穿，一切东西都会注重到底我们在做这个东西是含辣还是不含辣啊？各位不要嘲笑哦，真伊斯兰就是整天讲清真，清真，清真，你的清真，是猪肉为嘛？不是。 你赚来的，你穿的一切，从哪里来的来源？他的手法，一切都是讲究清真不清真。所谓，比如讲说，今天我用一支笔，这个笔呢，这支笔呢，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是拿别人的，或者是。 因为我们觉得笔是一一个很简单，OK 了，就简单这样讲，就简单这样说。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工作岗位，OK，我们工作岗位呢有很多这些 A4 paper，或者是在工作岗位里面呢，工作岗位里面呢有复印机，对不对？办公室里面，公司里面的这个复印机呢，公司里面的这个复印机呢都是用来。 工作的那个公司用的，对不对？公司里面用的，孩子要在学校，呃，要要要老师要要一些文件啊，要要这个复印啊、呃，父母亲的身份证啦，然后啊、呃，孩子的一个文凭啦，什么这些东西哈。 报生纸啊，要复印啊！我公司我的工作工作岗位有复印机啊，不要拿去文具店去复印。家里没有这个打印机，我们就把这些文件拿去公司里面复印。这个复印赚来的东西之后，从那里生来的东西呢，都是不哈烂的，都是不不哈烂的。一个东西本来是哈烂的。 会变成不好了。一个东西本来是清真的，但是会变成不清真，怎么说呢？白米饭，白饭，家里吃白饭，那个白饭是清真的吗？那个白饭是清真的，原本是清蒸。白饭清蒸呢？白饭原本是清蒸的，但是呢，因为有发生了一些贪污的事情，我们的钱从那里赚来。 我们钱可能是从那个贪污里面赚来的，就是在工作岗位啊、哦，一些那些呃提供商呢，因为要得到啊、呃，就是啊、呃，你给了他一些的这个工作，提供了一些公司一些东西给你的公司，然后呢，他就给你了一笔介绍钱，中介什么什么钱呢？什么钱呢？哦、oh, i n t r o d u c e r fees 啊。 介绍哈、哦，给你一些那个钱呢是不可以拿，他是贪污的其中一份子。那个钱呢拿回来买米、买菜、买家用，给我们的家里的这个家庭成员、孩子、太太吃。这一个钱呢是不清真的。这个钱呢我们拿来买米、买鸡肉、买菜，所有这些吃的呢都变成不清真的。而这些吃的东西呢。 点点滴滴吃进去呢，形成了我们的血，形成了我们体内的肉。那么这一个呢，会导致它除了一是一个大罪以外呢，而且呢会导致我们的后代，我们黑暗心呢会变成黑暗心呢会变成黑暗的。所以如果我们看以前那个时代，我们说 fine，imma asha f i 菲因呢？ Allah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呢，以前一代的人，Allah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给他们一个很 Allah 什、um、么？Ma,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得到的一个能力。Imam An Nawawi，如果大家有听过 Imam An Nawawi，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是读书的话呢，很多书呢都是 Imam An Nawawi 写的。Imam An Nawawi 大概是八百年前，他 Imam An Nawawi 呢是在啊、呃、大概三十多四十岁时候就去世了。 而且还来不及结婚，还来不及成家，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在这个这个三十多年的这个生活里面呢，他的这个写作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五六百年、七八百年之后呢，我们还是在把他的写作呢，成为我们的参考之一，参考之一。 他那个写作呢？而且以前我们现在有电脑，啊、哦，可以打字。以前呢都是用写的，对不对？用那个毛笔写的。大家试试想想写看，能一天能够写几多？如果我从他十五岁开始算起，直到他去世那天呢？其实呢，我还没有办法去想象他那个写作怎么样能够写到那么多。 而且呢，因为他的这个岗位呢，他的这个呃责任呢，不只是写作。他除了写作，他也是一位老师，到处各地很多个国家去传授、去教课。然后他自己呢，也是一个学生，所以呢，他除了教课、教导别人，然后他自己也在学习。同一个时候，他也在写作。然后他写的呢。 很多很多，如果我们讲说整个输出几百几百个的这个写作，它有一本是有大概三十个、几十个激励的一套，的，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讲一麦阿沙菲一麦阿沙菲一，啊，拉苏巴哈呢，我达阿拉给，但是以前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一麦阿沙菲一呢，啊，拉苏巴哈呢，我达阿拉给他一个能力，就是我们一面如果一面的书。 我们要读的很快的话呢，一面呢也大概我看要一两分钟，啊，因为我每天都都是有读书、有看书，我把自己定下来，我一天呢至少要阅读五十页，五十页，所以我大概一个五十页的话呢，五十面的话呢，我一面大概两分钟，一分钟呢只是很快的这样读而已，但是呢两分钟呢我可以仔细的读一点，但是。 但是如果要做笔记还是什么呢？那个就很慢，所以一天呢，light reading 啊、uh,，light reading 一天至少要读五十页。所以五十 <coughs> 页呢，我也要用上呃整呃一个小时两个一个小时多。但是呢，一曼小福音呢，他在读书的时候呢，他还看看书的时候呢，比如讲说一本书呢，他在读的这一面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找一个东西把。 找一个东西，把这一面把它盖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脑袋跟他的眼睛，他的视线太快了，一看扫描直接进脑袋了，直接把它背了，一瞬间，所以太快了，他必须要盖掉，不然的话呢，两两个一起进是太好像太快太多了，所以一直在背，一直在背，一直在背。<coughs> 他小时候呢，一万小平一小时候呢。 他妈妈很重视他的母亲呢，很重视他这个朗读《古兰经》、背《古兰经》的哈，然后呃，所以很照顾他吃的东西，他吃的东西。然后呢，有一天呢，伊妈妈沙菲易呢，他背的那个数量的那一天呢，好像是比较慢的，他妈妈有察觉到也慢了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呢，妈妈就想，为什么今天他背那么慢？是不是有给他？ 吃错了什么东西？我们是肚子痛了，吃错了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以曼莎·贝伊他的妈，他的母亲呢就说，他今天被慢了，他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就想想想想研究回去。他今天早上喝了羊奶，然后他妈妈就找这个羊奶的来源在哪里？原来早上的时候呢，不小心把他们的羊放了出去，然后呢，他的那个羊呢？ 在隔啊、呃，在他邻居的这个草原上呢，吃了他邻居的草。我们会去注重了这些东西。那个羊呢，跑走到他邻居的那个草原呢，家的这个院子里面的那个草呢，把它吃了。所以这个草呢是不好烂的，对他来讲是太仔细到这地步。然后他这个伊曼小飞翼，他母亲做什么呢？就是去到。 他的邻居啊，向他邻居跟他邻居说了：“刚才对不起，刚才早上我的羊呢，来吃了你家门前的草，你可以喊烂了吗？这个东西，他说可以喊烂掉吗？邻居他说可以，草而已，对不对？草喊烂，喊烂了，然后呢，就是那个伊曼小兵所吃的东西呢，已经变成哈烂了，喊烂了。这么跟大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个历史或者是跟这个故事？” 因为要让大家知道，穆斯林原本呢，关于这个食物、钱财的来源呢，重视到那么小的细节。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管吗？这些东西我们不会管，而且是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的。所以为什么伊斯兰今天那么弱小？就是伊斯兰文化的倒塌。 伊斯兰文化的一个衰退，严重的衰退，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伊斯兰是那么的小，那么的弱。虽然我们数量那么多，就有如拿比所说的，你们今天很多，但是呢，你们就有如海水上的泡沫而已，没有力量了。啊啊！所以，阿拉哈嘛，孙女阿勒姆，哈门。所以呢，今天呢，就是。 跟大家分享这些啊、哦，就是，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末日的其中一个啊、呃、一兆，人们不再关注钱财的来源是否合法或不，然后也不再关注这个钱财的来源呢，啊、呃、是否清真或不。Allahu a k b a r s n n l a Muhammad。那么呢，今天呢，我看这一个呢。 是跟大家分享了五个的小预兆，那么今天呢，我看就先到此为止，啊、哦，今天我们看就先到此为止。Insha a l o t 各位在线的，如果因为这个小预兆呢，它的预兆真的是很多，啊、哦，预兆真的是很多。 呃，那么如果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话呢，整百个亿兆呢，我看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如果明天是呃允许的话呢，Insha Allah，我会再次直播同一个管道，明天晚上九点钟九点十五分再次直播啊、呃，跟大家分享接下去一下啊、呃，再多一个五个亿兆啊，那、呃、比曾经跟我们说过的啊、呃，就是。 末日来临之前会发生的这个这些小预兆，经少了。那么总结呢，成为他的结论呢。那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啊、呃，什么小预兆？就是第一，饮酒以及贩卖销售这个酒精呢，苍业哈到处都是的哈。然后第二呢，穆斯林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如海水上的泡沫呢，啊、呃、弱小呢，没有力量，没有团结呢，那么。 啊、呃，穆斯林前啊、呃，在这个尾啊世界尾期的时候呢，会被攻击，会随啊随意的被这个敌人操控，啊、哦，都已经发生了。Salam 啊，是只只是给予我们认识的人而已。然后呢，而且呢，我们也把本来应该是要给 Salam 的呢改去其他的问候方式了。然后人们不再关注钱财来源的是否合法或者是不。 清真或者是不，明天呢？音效好了，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是非谎言到处猖獗，时间变短，这个呢很有趣。时间变短啊，时间怎么样变短呢？现在，所以这一些东西其实 b 比都已经跟我们说。 很多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所以一千四百年前这些沙巴都不能够想象拿币所说的这些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执行而已。但是这些一千四百年前之后呢，拿币一千四百年前所说过的东西呢，这些小一招呢，其实跟大家分享全部都已经发生了，对不对？ 这一个就是拿必母罕们算诺诺华生兰的其中一个奇迹。伊沙拉，今天到此为止。我们呃如果没有其他啊、呃、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么伊沙拉明天晚上九点十五分再次直播啊、哦，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呃，我们就先以呃塔斯贝克发拉和苏拉杜阿斯结束。我们今天晚上这一堂课。سبحانك اللهم بحمدك أشهد لا إله إلا أنت وأستغفرك واتوب إليك با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والعصر إن الإنسان لفي خسر إل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و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وتواصوا بالحق وتواصوا بالصبر وبالله توفيق والهداية و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Di samping itu, manfaat wakaf juga disalurkan untuk membantu pesakit-pesakit yang kurang berkemampuan untuk mendapatkan rawatan pesakit luar dan dialisis di klinik wakaf An-Nur dengan bayaran minima di seluruh negara. Bagi mempertingkatkan ekonomi keusahawanan, OneCorp telah memperkenalkan program pusat wakaf komuniti untuk melatih golongan sasaran melalui dua program keusahawanan perintis iaitu latihan kemahiran jahitan dan gunting rambut. Selain latihan kemahiran, OneCorp juga turut menyediakan pembiayaan perniagaan patuh syariah melalui dana niaga kepada usahawan mikro yang ingin mengembangkan perniagaan mereka. Jalanan ukwah adalah program turun padang bersama pemimpin untuk mendekati masyarakat setempat melalui aktiviti kebajikan seperti gotong royong, pemeriksaan kesehatan percuma, pengimarahan masjid, serta penyerahan sumbangan kepada golongan yang memerlukan. Brigade Wakaf ditubuhkan bagi membantu masyarakat dalam operasi mencari dan menyelamat apabila berlakunya bencana. Sumbangan tanggungjawab korporat ini turut diberikan semasa dalam keadaan aman melalui pelbagai aktiviti kemasyarakatan yang dijalankan sepanjang tahun. Melihat kepada peningkatan jumlah jemaah haji dan umrah serta pelancongan muslim setiap tahun, permintaan untuk perkhidmatan mutawif juga dilihat semakin meningkat. One merupakan perintis bagi program pensijilan mutawif yang dilaksanakan oleh Akademi Mutawif. Selain itu, dana Mutawif turut disediakan bertujuan untuk memberi kemudahan kepada bakal Mutawif menjalani latihan praktikal di tanah suci. Saya juga ingin melihat supaya One Corp ini menjadi sebagai satu uh, badan yang menjadi pilihan utama kepada mana-mana badan ataupun individu yang ingin mewakafkan harta mereka. Kita harapkan kita dapat memberi manfaat eh, yang lebih besar kepada uh, masyarakat keseluruhannya sesungguhnya setiap wakaf menjana kebaikan